如果要睇啟德，其實啟德分為三個形式去睇，一個就係市中心近地鐵站嗰扎私樓就比較集中，啟德河道嗰兩邊啦，每邊大概有6個屋苑，總共12個屋苑，好處就嗰邊比較方便同埋快捷，有現樓可以睇。另一個就係啟德郵輪碼頭嗰邊唯一嘅現樓，就係維港一號，住喺嗰邊感受下係點，可以行上去中央公園或者沿住個海濱行一行，感受下周邊嘅生活氣氛。最后为了个维港烟花景去睇嘅项目，现时就所有项目都系流花啦，基本上你踩唔到上去，但系发展商就做咗啲示范单位同埋啲效果图，你可以由图片中想象将来系点。当然三个地方有唔同价钱，你哋有中意边度？留言话我知。今日嘅节目就咁多，我系Louis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